米天当当，大家好，我是巴拉马什瓦乌哄第二级课程的课程部的志愿者。通过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在做在课程部做志愿者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还有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学员的与学员的交流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再通过这个视频呢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有很多学员呢也会来问我，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上这个课？我们在就是网络上有很多师傅的视频啊，有很多师傅的教学的文字，我们去学那个不行吗？就是很多学员会有一些学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课程呢，它提供的并不是说要。就是让你去学，就是说你要去学习，不是那种我们曾经想过的那种学校中的学习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提供一个让你去体验和神性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场啊。你可以不完全相信里面说的话，你可以不完全的去，就是说你只要去体验，只要是在这个能量沉浸在这个能量场里去跟着去体验，然后呢去就是说当你发现有可能你今天学的有一个点呢跟你可能今天有一个地方有些相应，那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去分享它，然后去记住它，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再慢慢的去体验，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上这个课就很好了。通过在跟着做志愿者呀一起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也发现就是每当有学员来向我问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正好也是我内心可能需要做出就是需要去探索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刚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呢，有很多学员就来问我尼西亚南达大师是谁，然后呢就是我就会想，哎，你都不知道大师是谁，你也会来报这个课吗？我觉得内心就会首先就会有一种这种这种思维模式吧，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带固有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哎，你自己都不清楚你在学什么，你要学什么你就来报课吗？我就会有这种可能呢，所以我一开始是有一种就是想，哎，你都不知道吗？就是会有这种，哎，你怎么回事啊？会首先是先去看他，看别人，然后后来我慢慢的就会发现啊，我其实也不是慢慢，就是立刻就转念啊，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来对我来说的，我首先都应该知道我在跟随的大师上师是谁，就是我要去把这些，看似已经就是看懂的问题呢，已经觉得我可能没有问题的问题呢，我要再重新去读懂它，再去理解它，然后渗透它，我就又会有这样的这个感受，所以我就是非常感激在这个空间当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然后我也会可以去立刻的去做出行动，我会发现自己这个重大的突破改变，再次呢跟大家分享，一天担当。